好，然后唱一首歌，然后全部也是用阿美族的音唱的方式来唱。本来没有想到今天天气本来很好的，这首歌叫《奇异的妇人》，才刚刚写歌单，我还没去在下雨。对啊，还好你们有进来，他们淋雨很可怜啊，台北雨酸酸的，我可以加一点点果糖。好，大家这首歌《奇异的妇人》。